鼓励让我们口述如下，让我们的先生，让我们的视障者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参与投入。但是很抱歉，往往我们在有一些很有 feel 的话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表，这时候有一个很吵的人就问我说在干嘛，我没有办法说。然后我们去看话剧，我们去看戏剧，有时候必须要跟他讲，像现在你们只听到我的声音，如果我先讲，现在所有人都听我讲话，然后下面的人很多的记者在看，这时候旁边人就会觉得很吵，就会怎样，就会这样子的虚我们。我们有更多的视障者拥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权利的时候，我们有储蓄，可是我们没有可以有障碍使用银行的一个权利。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子民，为什么我们的障碍者没有这样的权利？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。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名词？阴阳，你们喜欢这个名词吗？有报道上面很常会提到什么阴阳这样的名词，你们喜欢吗？不喜欢，我不喜欢。No， 那就是一种，是一种疾病，是一种需要同情的。这样，就像我们六十几年跟政府吵了争执了那么久，我们不要用阴阳这样的字。其实我在居家的那段期间，我曾经看他们的电视，我发现他们每一台无论是政治节目，无论是就是你教人家做菜的节目，任何的节目上面都会有逐字幕，甚至逐字幕上面如果说有观众在拍手，他也会有情境上的一些显示，就是告诉大家在拍手。就那一个就是设置在我们现在的政治，于是我也去采访过他们在就是在当地的就是障碍者的议员，然后他们告诉我说，其实这次早就已经存在很久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惊讶？而且它存在的历史是，连他自己都已经忘记为什么他们从何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。甚至他告诉我说，只要将电视的字幕切掉，你也一样可以从右看字幕，然后就可以看到电视上的一些画面，他们正在谈论的机会。所以他是可以有投入的自由选择的选择。我到了当地的疗养院，我才发现说，无障碍座位他们放在最好的位置。在国内的话，对于我来说，我要是看舞台剧，我是在最偏乡的位置的最下面的位置。如果这个司机是非常愿意协助的，那我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可以非常开心的坐在这里。一旦我知道了一位司机，他是觉得家属的我是一件很好的事。那一天我可能就要我的设计的人学，可能他不会压手过来，就觉得我是非常上去的，在下课的时候也是非常下来。我们也会跟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持续的沟通，将来电视机也要具备这样子的功能。什么时候要做到？希望技术过去已经沟通过多次了，持续的跟他沟通。我们希望将来电视机在一尺寸以上。有进度吗？有进度吗？我们知道了。我们有进度吗？20年了啦，20年了，快烂掉了啦！不要再让我们停20年。
我们是希望啊，这个事情能做的越做越，当然残障朋友们的诉求，我们都已经听到了。如果明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还是没有进入，我们的政府的重要新闻的记者会还是没有手里以下的话，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来把这条马路封起来啊？要，封起来。我希望明年如果没有出路的话，我们就来这边打地铺，大家都好。